各位观众，叫一下，对战不误，有没有？有没有？没有了。不要了，我跟你讲，这要选一星的，真的真的，我不骗你，算我算看，反正都已经要可能要卡到明天了，因为还有四五只了。我以前也觉得会选三星的，答案你就见证奇迹的时刻，出来吧，假贺龙蛙，反击机会，没有。应该是不会了，他打不死我，他伤害太低了。甲贺冷蛙的攻击，敌方的攻击，我们的库拉多怎么样？看一下伤害，好像还好。好像没有，他不会死，他不会死，不会不会。你看，等一下这场一定有可能会下。我也不知道，就是我是真的不知道，但我是秉持测试的心得，真的是要测试一下。上下按。And 全力无双激烈拳，咚咚咚咚咚咚咚，有了啦！哎，巨角武者那么硬哦！我看一下艾路维德的，可他蛮强的，他你知道他有一招叫点到为止吗？那招在干嘛？你知道吗？就是让他降到最低，然后就打不死啊！对啊，就一雷一击。对对对。哎呦，你也算蛮有观念的嘛！不过不对，嘿，死了吧，来啦！各位朋友们，就是现在，兄弟出来一下吧。没有，啊，那没了，真的没了。一个，你看没了啊？那应该要选三星的，这个测试无效。剪掉。啊，辛苦了。哈哈哈哈哈！假贺龙蛙大图，一个赞，赞，然后出来了吧？有吗？算了，我回家了，赞，有吗？他刚讲什么？外出又来了，就你，我超爆炸的，我真的是有你，所以才想爆炸，我加班几百下。计开始，我们刚刚呢从这个那个哪里啊，然后跑来这边了，这里是惠民 7，我们看一下里面有什么宝可梦，会不会出？来一个暴鲤龙，会喷什么给我们？看一下，哎呦，暴鲤龙出来了，这么顺利啊！索泰人来了哦。哎呦，又是这两只，我今天就是要带这两只出来用珍珠钻石，是不是我们都没用资源券才没抓到？不一定要资源券。我感觉有时候是资源券有没有用一下就抓得到。啊？是哦。因为你要原本你要拉那只十个。哦，对对对。哦，丢球了，会丢到什么球呢？应该是不会的。战鬼灵眼，你算使用对了。三，爆出来了，很骗哦，你高级球还不下。哦，这个会不会有第二？来一个。哦，斯巴拉西呢？哦，有，还是有遇到啊，遇到就开心了。不是吗？哦。帕路西亚的攻击，看一下这个伤害啊，我们按到多少？一二三，哦，对面按到防御，哦，丘雷姆的攻击，我应该，应该也很痛啊。对，干跟水就还好，正常，因为有一只是干跟水的话，冰系打完是正常伤害。会不会失误？失误。没什么伤害呀。因为你有那个防御胶囊。哦，对对对，是陨石程度都有了啦。各位观众，我们准备要丢球了，集气一下，集气一下，加油！超级球。一个，两个，啊，爆了！
我们换阿和准备要炒喷了。刚刚的剧情就是这样嘛。恭喜我们获得了一张战鬼鳞甲了，我们去后面退耀武吧。交换机会。可达鸭，各位观众，我们这惠民 seven 的第二场，还有这个前调的剧情征战，对战捕获。哇，下去了！皮卡丘好胜毛线，好多五星哦，哇，好多三星哦。噔噔噔，哎，皮卡丘没有出来，我们把强二基姆虫选下来，希望他不要再一直咬我的五星了。下来吧。他没有。好吧，滴滴金钩背啊。就是想用一下，哎，可是我没有要用力招式哦，来一个滴滴金钩背。哦呦，这个帕路西亚的速度怎么那么快啊？果然是神兽，看一下会按到多少。哇，这个亚空猎战有了哦。哦，一个爆掉爆掉，左边爆掉啊，右边啊中了长刺哦。哦，偷看看偷看，各位观众，我们的交换机会。哎呦，来了哦，要交换了哦，大叔啊！要不要跟我的交换呢？啊！哈哈哈！哭啊！你给我这一副干嘛？哈哈哈！哈哈哈！还有一场吗？来了哦。哦，哭啊，又是你啊！我们现在有11个人在排这一只球雷姆，我的天哪、啊！现在几点？我们看一下，我们现在8:41，晚上8:41，然后就另外一个地方。我们现在跑来惠民的 seven， 但目前的话，前面十几个人，11个人，包括我好像12个，一场大概要排1小时。我们就是喜欢这样排队，然后排到最后都被打走了。好了，我们今日的交换机会。会不会喷呢？是你的吗？真的是你的吗？你要说是，是不是？看起来不是。观众，我们今日来挑战18个人排队哦。我第一次排这么多，不太会有人快投了，不会有人快投了。哎呀，这么多人，你看，然后再排过去。那我们继续排下去，我现在是第7位啊，结束咯。反正我们球雷姆下了之后呢，突然出了一只赖克洛兹马，然后我们现在超多人在排队，20几位，哦，超多人，就为了这一只球雷姆，20个人啊，20个人啊，真的20个人。拍到你啊！你在排这只赖克洛兹马，精灵球之翼哦，会不会出呢？对战不后有没有四星鸟路杀？我一定要把尖牙路杀给选下来。来了，我们要夺球了哦！对，精灵球之翼啊，高级球。我如果立黑小路，他抓起来就分了。哎，接关接关，来了。等他打完就等一下。没有。好了，我们最后一场了，结束了。各位观众，我们出了一个手推大师球，没交换机会，哎呀，太可惜了。还有没有？没了。我们准备回家啦。在这一只赖克洛兹马没下之后呢，还是相当多人在排队，起码大概18-17个人。好了，那我们这一部影片就做到这里，谢谢各位收看，我是喵哥，记得按赞、订阅、分享、开启小铃铛。好喽。
这一部影片，我们要送出阿星的月神，感谢阿星。然后呢，恭喜画面上的朋友得奖者，也请尽快联络我。五天后没有来领的话，我们就会下一步抽出了。那这一部影片就到这里喽。那后面就是一个快投的影片，如果有兴趣的话，也可以去点一下、哦。那记得订阅、按赞、留言、开启小铃铛，还有要分享哦。那谢谢各位收看，我是米友哥，再见喽，拜拜。